什么响啊？哦，唱歌了，是不是万千要唱歌了？哦。哎，我一直在看他那个，是真的可以用吗？应该是吧。假的。假的吗？不是吧？你是不是因为没插电？假的。线路输入。所以他是要连手机的吗？不知道啊，对这种东西我很笨哎。哎，这怎么整啊？这个你好，在这里也只好清唱了。你现在给我伴奏。哦哦哦、有什么歌很好玩？要唱什么？好久没有去 KTV 哦，还好这些歌都很老。现在去 KTV 的歌我都不会唱。我也是。我们去有一首歌叫什么？最当爱已成往事啊，也可以。我会，我会。我们八零后都是唱这样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当然是。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可以跟你唱在一起。李宗盛跟那个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里的风雨。唱吗？哎，我不是点这首，哎，我点的是郑秀文的《独一无二》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现在就开嗨？为什么没有声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！这怎么好意思？真能玩，他俩特别好玩。别唱太贵的歌。真好，还有唱歌环节。你在组里拍戏放松多了。呀呀呀！如何让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？就凭我绝对是独一无二。有一段在眼前闪动。